沉浸式木雕。嘘，都别说话。啊，师傅，回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师傅，我想你了。拆门大弟子，快坐。你的郁金香是怎么让你家里人满意的？你这不是自己跑出来了吗？我家里人对我这个木雕技术是非常满意的，然后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，他们就把我放出来。不过就是师傅教的好。哦，我教的好是吧？对，你教的好。回去这么长时间，手艺忘了没？一点也没忘。啊，那怎么可能忘嘛？啊，记得可都扎实。嗯，对。嗯，那你就把这活给我干了，我看看你忘了没。这不是卡比吗？有手就行。看到这个木头的表情，我总感觉他都忘干净了。还认识这什么木头吗？啊，认识，放心吧。那我可等着你啊。